大家好，今天是2月29号，星期四。首先呢，咱们还是跟往常一样，介绍一下24小时西雅图东区房地产动态。首先，我们看一下，目前呢，在24小时之内上市的新房源一共有20个。随着周末的到来呢，房源逐渐的这两天呢就越来越多了，今天是 new listings，一共是20个。那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有哪些城市，比较多。那看首先呢，贝尔维尤还是在前面比较多，有8个新房源上市。那么价位最高的呢是650万，这个啊，在贝尔维尤 West Bellevue。这是一个6个卧室、4个卫生间、5260平方英尺的豪宅啊，占地面积16025平方英尺。那么它售价是650万啊。这栋房子建于2001年，还是比较新的啊。你看，它每平方英尺的售价呢，达到1235.74啊，1235美金一平方英尺。那么我们再看下一边，下边接下来，然后 Clyde Hill 呢有3个新房源上市，那最多的是贵最贵的一幢呢是550万，这是一个有水景的房子啊，不是，还有一个975万的，我看看975万这个啊，这是一个5个卧室，6.25个卫生间。建筑面积达到6516平方英尺，然后售价呢，是975万，占地呢是14384平方英尺，啊，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来看看这个图片啊，就是这种。打开看一下，这种豪宅，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下面还有其他城市啊，伊萨夸呢有2栋，伊萨夸的2栋，一栋是135万，另一栋是178万5千。Medina 呢有一栋上市是318万8千。Moshallah 呢有2栋，一栋是275万，一栋是222万。大家看，从价格上可以看得出来，气势就是不一样哈。这个，Medina 还有这个Clyde Hill 售价比 Moshe Island 呢还是要高出一块的啊，那从每平方英尺的售价上就看得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有伊萨瓜俩，Medina 有一个啊，Medina 这个呢，它的售价是看看每平方是多少。Medina 这个看一下。这个每平方英尺呢是1055美金0.63啊，这1963年，这个房子呢比较相对是比较旧一点，比之前那几个啊。然后这是伊萨夸的，然后 Moshe Island 的，Moshe Island 看这个2栋呢，它是。这个也是，它是1965年的啊，相对也比较年代也比较久，不过并不是非常旧，在美国这6几年的房子啊。那它是5个卧室，4.5个卫生间，然后是
占地20682平方英尺，占地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房子有3层，好像。这情况，那每平方英尺659啊，没有达到1000。像 Medina 还有 Clyde Hill，就六几年的房子，装修好一点也能达到1000平方，1000一尺啊，每平方英尺1000以上。如果在默士艾兰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新房子能卖到1000或者更多一点。然后 Renton 就更便宜了，Renton 有一，Renton 呢有一个房源上市97万，那你看97万在 Renton 它有多大？这个房子97万，它有3个卧室，1.5个卫生间，建筑面积131平方英尺，占地8100平方英尺，售价97万。它的售价呢是，哦，这个还蛮贵的啊，达到940美金1平方英尺，啊。我觉得这个要价呢有点偏高，它是哪年的房子？看看，它是1950年的房子，而且为什么这么贵呢？Near Kennedale Beach 可能是有点，也许有点湖景，不像啊，这是好像航拍的啊。不过房子里边。从画面上看还是比较舒服的，Lower Kennedale 应该是靠近那个 Lake Washington 的湖边，可能是比较近的湖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是有点贵，评估价最高是97万，它就奔最高去了，这个啊。所以大家看看过后呢，我们去追踪一下这个房源，最后看看它到底我以多少的价格来成交啊。然后是 Mamish 呢，有一个有3个Beverly Lake，一个是215万。139万9，145万139万9，看这个139万9，这个呢，这就算比较价位低的独立 house 了。现在应该在这个区域，那它是4个卧室，2.5个卫生间，建筑面积2827平方英尺，占地4752，这就是为什么它相对价格比较低一些，因为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小。通常在 Sammamish 如果稍微早一点的房子呢，它是这个房子是2003年的。如果九几年、八几年的房子，通常都会占地达到1万尺以上，应该最次也要7000-8000尺以上啊。这个房子是它的，不过单位价格也是比较低的，每平方英尺呢是494平方英尺。就是这栋房子，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Background Market 是零，List Price Reduced 是一，有一个降价的，我们看看这个降了多少。这是怎么情况？怎么样？这个是伊萨夸的一个房源，它，这是一个5个卧室、4个卫生间、4757平方英尺的一个建筑，占地面积19299，也不小啊，397万，之前是397万8，现在是354万9，哇，这个降价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降价了20多万，25万接近哈，那现在它的价格达到746美金1平方英尺，啊，这是一栋2023年的，相对比较新的一个房子，而且是，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不错。好，这个房子看起来还，相对还比较好。那它这个每年的地税呢是32000，大家买房子之前把这个一定要算进去啊，地税32000一年。再看看其他方面，contingent 没有，leasing expired 有2个到期没有售出啊，看看这2个是哪个没有售出？哦，这个带泳池的，其实可能在西雅图，人们对游泳池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也并不多。如果是室内游泳池吧，还是比较舒服的啊。那这是一个 expire 的，这个是在贝尔维尤98004，它是原来的售价是541万，后来又涨到598万，为什么呢？不太明白啊，那它售价达到1159美金每平方英尺，这是一栋新房，是2024年的新房。590万啊，建筑面积是5160平方英尺，是一个新房。expire 有2个啊，刚才讲过了。那么这就是呢，我们在还有成交的啊，leasing pending 的呢，24小时内。有9个 pending 达成成交签约的，然后 sold 完成过户的有13个，leasing cancel 的就是取消销售的有2个，那么就是这些呢，就是这24小时以贝尔维尤以东几个城市的房地产动态情况。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关于买房子的事儿啊，很多首次买房的朋友呢，对这个费用问题啊都不清楚，都不是很清楚。就是在想买房子啊都有哪些费用啊？除了房款之外啊，在过户之前都有哪些费用啊需要缴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看一看究竟买一栋房子啊。它的费用是怎么计算的啊？我们以一个100万的房子为例，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以一栋100万、售价100万的房子为例啊，这 purchase price 100万，然后呢，首付。Down payment 呢是20万，我们20%的首付，然后 closing date 就是过户的日期呢，我们定为3月15号，然后 cash sale 不是 cash，我们这是贷款的一个为例，贷款的数额呢80万，因为我们首付20万，贷款呢就80万，long term 我们以30年的贷款期限为例。Loan interest rate，贷款的利息呢，我们就设为7。Monthly payment，那如果我们借款80万，那么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呢，大家看放大一点啊，就是5322，然后加上42 cents，然后 prorated interest，那就是预交的款项呢，一共是2454.7。预交的利息，因为银行是这样规定的，你贷款买房，他们通常都是后交这个利息，这1个月过后，你比如这是15号咱们 close，然后呢这半个月呢就要预交出来啊，因为它是以整月为算的，以后就这个 close 的时候离月底还有几天，
就按几天来交，每个月按30天计算啊。那么这个需要事先 close 的时候就需要交的款呢是2454啊，然后 discount point 没有 buy down 也没有这个就是零啊。buy down 呢就是你支付一些一定的现金啊，然后呢把这个利息呢，银行会根据你支付的费用的情况给你适当的往下调整。这个银行在对于这个方面呢，银行都有具体的规定啊。你买一个点还是买多少点，要交多少钱啊？这都是有规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buyer cost paid by seller。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是在买方的市场的话，卖家为了尽快的售出房子呢，会给一些优惠政策啊，就比如说替这个买家呀。支付一些 closing cost，就是在过户期间产生的费用，但目前显然是不可能的啊，不存在。然后 settlement cost 就是把这些事项，由 escrow 从成交到完成过户期间这个费用，那么 escrow 的费用呢，如果是100万的房子，它收1170美金。1170啊，那就差不多0.17啊，1.17，然后再加上我们 King County 它的10.3%的税啊，那么一共呢，escrow 收费呢就是1290.51块啊，100万的房子它收1290，1300块钱几乎接近啊，那么 Title Policy 2192，然后再加上10.3%的税。Title policy 是干什么的？Title 就是你的，在中国讲话就是你的房契啊，就是把这个名头呢，为了确保这个你买这个房子呢是可以交易的，是吧？房主呢，卖家呢是有资格的、合法的出售给你，避免就是你买过来之后，有人就跟你争这个房产。他说他这个房子有我一份儿，那凭什么他给卖了，我也要来，不能卖，要产生这种纠葛类似的啊。所以这个 title policy 就确保呢，你得到的是一个合法的、独立的、完整的一个契约啊，就是这个，所以都要有的啊。这个，那么 title 的这个 policy 的费用呢，一般我们有两种，一种 standard，还有一种 extended。Extended 就一般都不需要做了，它就可能会 cover 一些。Title 总体而言呢，就是一种保险啊，像车保那保那个房屋保险，它就保你这个你的房屋的住宅的合法权利啊，只保这个那 extended 就包括是不是有这些有侵害你房子的之类的 encroachment 之类的东西，这里我们就不提了啊。下边呢就是 prepayment，就是预先要支付的，在 close 之前要支付的。有 annual property tax，就是每年的地税因为有的你买房的时候，比如说房主呢已经把这上半年的费用都交了你比如说现在是4月30号要交上半年的然后10月31号呢交下半年的。那现在4月30号没贷，就10月份交那笔钱呢，现在还没有用完，所以这样呢就要还给卖家，买家呢就要从你过户那天起就要你来负责，从哪天起就从哪天支付这个费用其他的费用也是一样都是按天来计算的。那么下面呢，这个地税呢，一共是5382.51块需要交的。再就是 annual home owner insurance，就是 home insurance 是0.15这个呢，就是总共价格呢，就是需要交的438.52块是叫预交的。就是你房子的保险，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呢，other costs，也就是其他的费用，其他的费用呢，放大一点，
appraisal fee 就是说你贷款嘛，银行一定要看你这房子，你贷80万，这个房子值不值80万呢？因为他要房，如果你万一有一天你违约啊，你的每个月的还款你还不上啊，银行通知你之后，他如果你不能够及时再把这房款交上的话呢，他可能要通知这个 escrow 啊这边来执行拍卖了。啊，所以，那你拍卖贷给你80万，这房子只值50万，那他不亏了吗？所以他一定要确保你这个房子要等，最起码要等于或者高于啊你所贷的款数啊。所以评估费呢是450，inspection 费啊这个没有现在啊，其他的没有credit report，就是查你的信誉的时候，银行这个费用有30块钱啊，看你的分数有多少，够不够，有没有不良记录。还有下一个就是 documentation fee，documentation fee 呢，就是escrow 啊进行的一些文件呐、查阅呀、这方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检查你的 title 的连续性啊。中间有没有空档啊之类的，有没有 red flag，就是需哎这种有一些需要或者一些其他一些文档方面掐结的费用100块钱，这个不多。recording 费呢，就是说在 escrow 快 close 的时候，各项工作都做完了，款也银行的贷款呢也放款了，也到位了，所有的费用都收完之后，escrow 呢会到 county。我们在我们这儿呢，就属于 King County。到 King County 呢，把它登记再注册，就说这个房在你的名下。这样呢，注册以后会出来一个 recording number，这样呢，这个 transaction 呢，过户的过程呢，就算完毕啊。这个房屋呢，就在买家的名下了。这个 recording 费呢是303.5块啊，那么 HOA 费这里没有 HOA，如果有 HOA 费呢，就加上有300就300，500就500啊，该多少多少也是按照按月来计算啊。如果是正好是月中或者不是整月的时候呢，就按天来计算，你该交多少就交多少。Buyer brokerage firm compensation。这个没有写啊，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你支付给这个买方这个代理人的费用啊，这个通常大家都知道，2.5啊3的有多少就写多少就好了。那么对，我提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呢，这个费用呢，因为是都是由卖方来支付，当然现在来讲呢，是一个有争议的，就是说，为什么卖家要替买家来支付这个经纪的费用呢？所以目前来讲，争议非常大，也有一些官司在加州啊，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诉讼，最著名的是 Caesar suit，就是。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将来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可能就是说由买家呢来支付买家经纪人的费用啊。当然现在来讲呢，在我们华盛顿州目前来看呢，还是由卖家来支付啊。那所以这里就是没有买家这个费用呢，就是没有啊。那么现在看下边呢，closing cost 的 total。那么一共呢有多少费用？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closing cost total loan cost 就从所有贷款这方面啊，需要你支付出来多少钱呢？一共是20.2454.79元。那大家知道这钱哪来？一个是你的首付是20万，其他的呢？就是利息，利息是多少啊？利息在这里，我们之前看，利息是2454，你 prorated interest，你事先也需要交的，因为你这半个月的利息嘛也要交，因为下次呢就每一个月一交啊，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个是 loan total
loan cost， 然后 total settlement cost 就是 escrow 那部分，一共3708.29块，然后就是 prepayment 就是你的地税这部分啊，5821，其他费用883，就是上面提到的，一个是 appraisal fee，还有一个就是 credit report 加上 documentation fee，再加上一个 recording fee，一共是800多啊，加在一起。那么整个你完成这个交易，你所需要支付的费用是多少呢？就是说从你手里拿出来的，不全部是费用，其中有20万是首付，就是总共你要拿出来的这个钱数就是21万2867.61块。那么也就是说，其中包含把那个首付 down payment 的去掉之后呢，那你的费用呢，就是12867.61，12867啊，就是12860，你100万的房子，你的费用就是12000多块钱。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呢，影响这个费用最大的因素应该是你购房的房价。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假如说我们现在买200万的房子，其他的因素我们忽略，当然了，地税呀、贷款呢、利息呀都会有变化。但是我们把这个呢，把这个100万房子换成200万，那看的费用将多少？200万。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下方，看，就变成了22万4千，翻了一倍，几乎。刚才是费用是12000多，是吧？现在是24559.96块啊。那么大家就心里差不多有数了哈。10000块100万的房子，大概就12000多，作为买家。那么卖家呢？我们明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卖家的费用都有哪些。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顺便说，昨天的视频搞砸了，让大家表示抱歉。开始做直播，经验有限，非常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这个技术性的错误啊，所以向大家再次表示道歉，感谢大家收看，那咱们明天再见。